核弹呢？你不播吗？核弹呢？核弹呢？核弹就是那个生蚝哎。哇，不是就一来就对。等着呀，顾丽你闭嘴。这个新歌也在笑。大家在场几十巴掌。我闭嘴，知道。你怎么搞糟糕死我？我看到你们不讲理，搞什么？你讲不讲理啊？你自己偷偷入未来，这是你以后才知道。说不要。啊？是跟顾丽演剧？哟，这个解释什么关系啊？是吧？洗的皮肤还没擦干净，对吗？Ha ha ha!